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丹麦的曲静同修与我们分享。作为高学历的科研人员，曾经只相信科学的曲同修，仅用一年时间，无法医治的身体问题彻底好转，深刻体会到学佛修心、破迷开悟、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让我们掌声欢迎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。大家好，我来自丹麦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修习心灵法门以来的学佛感悟。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，在国内读完硕士研究生以后，到德国攻读了博士学位。博士毕业后，来到北欧小国家丹麦做博士后，之后留在丹麦的大学做研究工作。我从小可以说是蜜罐子里长大的，父母疼爱我，学习成绩好，老师同学喜欢我，婚姻幸福，读书顺利，一帆风顺的人生境遇让我狂妄自大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不相信任何宗教。然而在我前30年的顺利人生中，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不和谐因，让我认识了佛法，走进了学佛的大门，那就是我的健康。我从小身体很好，但是上大学时总是熬夜学习，又因为自己减肥心切，常年不好好吃饭，结果导致身体垮了，重度失眠、痛经、怕冷、胃病，虚弱的不得了。因为睡不好觉，白天精力体力也很差，总是觉得很累。天冷的时候，衣服穿得多厚都觉得冷。另外，从2007年开始，得了奇怪的尿路感染的毛病，频繁地去洗手间，刚去完又想去，而且每次只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不去洗手间又感觉疼得受不了。后来慢慢越来越厉害，重的时候夜里要起夜好多次，腰也经常疼得受不了，每天失眠，有时候半夜睡不着，在黑暗中瞪着眼睛，想想我这么年轻，怎么这么一身的病，和其他人相比太不正常了，感觉简直生不如死。从开始得病，国内国外，中医西医，大医院小医院，家庭医生，只要是我能去的地方全都跑遍了，中药西药吃过好多药。后来因为身体不好，接触了中医养生，各种养生的书买了一大堆，网上养生专家讲的自己调理身体的方法，什么刮痧、拔罐、经络按摩，还有各种养生的功法，各种食疗、药疗几乎全都试过，但是我的问题基本没有效果，并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。2011年，我在网上看到了台长师父的博客，并开始念经了。念经一年多，我的身体居然大幅度好转，不再失眠，精力体力也越来越好。以前走路不到一个小时就累得想躺下，后来出门买东西能连续走3-4个小时，回到家还有精力做饭。身体其他的毛病也都好了很多，只有尿路感染这个问题比较顽固。我开始念经以后，梦到过几次小孩子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流产，所以即使看到台长说没打胎也会有流产的孩子，但我一直将信将疑，
虽然我也给流产的孩子念小房子，但是由于自己的懈怠，总是找各种理由，工作忙，生活忙了什么的。后来有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去工作，给流产的孩子小房子念得比较多，我的病居然就好了很多。之后又梦到一次，孩子对我很不满意的样子，才知道还有一个孩子没有超度好，于是又开始带着忏悔的心情认真地念，给孩子念了21张小房子之后，梦境显示孩子超度的差不多了，又念了大概7张的样子，最后这几张烧完，我这个毛病一下子就好了，简直不敢相信。8年来折腾了无数的方法，花费无数时间、精力、金钱都不见改善，很后悔，如果早一点努力念经，得少遭多少罪，少花多少时间和金钱呢？让我深感惭愧的是，我虽然学佛念经以后，身体好转了很多，有了这么大的受益，由于深重的业障阻碍和无明习气影响，我并没有精进的修心念经，并且我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和我做研究工作的思维定式，也让我一开始对于佛法并不是完全的接受和相信。那时候我只相信科学，觉得什么事情都要自己100%验证之后才会深信不疑。这些因素导致我刚开始修的时候信心并不是太足，总是把身体变好的希望寄托在医学上。但现在明白了，一切都是因果，一切都是业障所致。就像台长师父说的，肉体的病还是要看医生，但是灵性和业障引起的病，只有通过念经才能治疗。像我就是，医院都看遍了，自己调养身体，也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，但是业障未消，身体又怎么会健康呢？我用我的亲身经历，真诚地告诉还不相信的人，学佛念经不是迷信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我身边熟识的同修，一大半都是像我这样的年轻人，高学历的也不在少数，仅是我们丹麦小小的共修组，就有4-5个博士及以上学历的师兄。除了博士、博士后，我身边的同修还有很多医生、大学讲师等。师兄们因为不同的因缘开始学佛，但是都对台长和法门有无比的信心和信念，自身也都有非常大的受益。我自己修学心灵法门5年以来，了解到的其他人不胜枚举的灵验事例，以及台长师父数十年如一日不求名利，无私的付出所有，忘我的弘法度众的精神，让我深深的为之感动。这不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大爱的精神在人间最完美的体现吗？无怪乎台长师父被人们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我从一开始学佛时的懵懵懂懂和急功近利，到现在明白，佛法是世间最珍贵的无价之宝，心灵法门是末法时期最为殊胜的法门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在这里我真诚地奉劝各位佛友，已经有福气闻到佛法，接触到这么好的法门，
一定要好好珍惜，一定要听台长的话，早点开始学佛念经，早消业障，业障消了，身体一定会更健康，生活一定会更顺利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，谢谢大家。